俺じゃない建築家。所以话咧，揸车就咪用手提电话。呢度个 mon 咧都系咁样唔小心整烂噶。喂 ，Sky 救命啊！我同事跌爆咗个 mon 啊。系，因为本身苹果个设计个通病系个 mon 系互位咯。就怼咗出嚟啊嘛，系啊。呢两位系边个咧 ？Hello， 我系 Sky， 我喺先达做维修做咗16年啦。你好，我系三和电器嘅 Simon。我想问一下，而家嘅热卖智能电话有啲咩通病呢？因為 iPhone 6 啊、6 Plus 嘅設計啦，就係佢玻璃嗰弧位係凸曬出嚟嘅，咁啊爆 mon 就梗噶啦。解決嘅方法就唯有配翻啲能夠包曬邊位嘅保護套，又或者 bumper 咯。咁總之包到條邊就可以做到保護嘅效果。總之佢拍落去都可以頂到住，吸住條邊，唔好俾啲角位直接落地嘅，咁咪 OK 咯。另外 ，Simon 仲收到好多客投訴。话 Note 4好食电，原来唔系绝症咧都有得救，原来就系将 S Voice 同埋 S Health 就删咗佢，可以多10-20% 电量噶。另外，大家好中意用嘅尿袋，使用时都有技巧噶噃。坊间咧，所有三星啊或者其他机咧，都系用梯头嘅，将个头直接插入，听到卡声，又等于去插到电，唔好左右摇摆啦，唔系会令到里边部机咧会松脱，而令到部机插唔到电或者烧机。Sky 咧仲话。另一个手机常见的意外就是入水，等记第一时间掹了电池和 SIM 卡，用风筒吹干之后再放入米缸，大概一日的时间就可以开机拿机内的资料，不过手机最后都是会报销的。